天气不错，带您到草地上听音乐。今年不只是建国100年，也是台湾推广无伴奏人声合唱阿卡贝拉的第10年。没错，台湾这10年产生了重量级的欧开合唱团，还有刚得到新加坡大赛金奖的得主，就带您一块去台北的华山文化园区欣赏他们精彩的演出。 星光帮歌手张新杰和泰雅族阿卡贝拉欧开合唱团8号下午在台北华山文化园区唱出泰雅歌曲，他们也是连续获得奥地利大赛、台湾比赛大奖的台湾天团。 别人少掉的，比如说类似乐器的模仿，或一些音乐的效果、特效、机械的特效，我们比较就是纯粹在做人声的美的方面的处理。还有今年8月夺得新加坡 Acapella 大赛金奖的台湾团体 Sirens， 走的是时尚年轻路线。 这段是他们即兴在金门共堂店的演出，网络点阅率很高。真的假的？都是用嘴巴唱出来的。我们唱一唱，突然有顾客走进来就说：“哎，在放音乐啊！”然后突然就心里面就是很高兴。 爱上 Acapella 系列，邀请国际团队为中华民国100岁庆生。